是姚宇，宁波酒，宁波聪明养叫 Win， 他们出去走弯路，宁波聪明养养叫叫 Win。买羊，买羊，躲蕉不走大路。九本林伯烈，九本林伯烈，也得帮他们的地方。便感激海内党，便感激海内党，他们出去养养就是行走的行，广东话叫那个行走的行，是不是读成引？这个谣言不是养。可能它就是个形字，但是它变音了，变音了就是按这个读音来写。仰叫 win 就是弯，他们走弯路。买羊躲蕉不走大路，走就是打，躲蕉。九不宁波呢，得崩就给他们的地方，崩呢就是这个就是给的意思。便感激海内党，便很害怕的地方，党就是地方，地方就是党。宁波聪明养蕉，威麦养躲蕉，就不宁波呢得不便感激海内党，他们出去不走大路，专门走了些弯路，给他们地方变成一个很让人害怕的地方。姚宇他其实很简单，他就是一个古代的，他是属于古代语言，古代语言呢他是属于古代湖北话，所以说他们都不会，他们也不学，他们那个姚协会有没有人会呢，那我就不知道了嘞。姚协会呢他们会不会我就不清楚，我就不清楚，不清楚。但是呢一种这个很宝贵的这个古代语言呢，他们是不保护的，因为它不属于汉语，它不属于汉语，所以说就不保护，它是属于楚国语的，它不属于汉语，所以说不保护，不保护。